才眉头深锁，一句话一滴泪已足够。这些年幸好有你陪我，爱过了就不再强求什么。有一点伤痛在我心头滑落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何。是与非对或错别再说，只能说感情是太过脆弱。不管是情人朋友爱人对手又如何，什么话不能够敞开说。如果你还是担心害怕寂寞，记得有你是说你杀了你亲爹？我没有杀，是你杀的，你烧死了他。我不知道，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你亲爹。你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你也没有告诉我你那晚另外接的一笔生意是去天来泉放火。恨我是吗？我烧死了你爹，你恨我？我不知道，做杀手是为爹，我早就没有情感。从我四岁懂事开始，我这一辈子所有的恨都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。那个是我亲生的爹，后来却一脚把我们母子踢开的男人。我一遍遍复习着他对我们的绝情，我真的好怕呀，我真的好怕呀。你怕？
你怕什么？怕有一天我会忘了对他的恨。如果我忘了，我这辈子靠什么活下去呢？ 你出了这口气，你多事。谁让你烧死他的？我才刚刚让他认识我，我才刚刚让他知道我，记起我的存在。他连我的长相都没有看清楚。他都不在乎你，他根本不管你长什么样。我就是要他在乎我，他必须要在乎我的存在。我跟林居生一样是他的儿子，他为什么不在乎我？ 你不恨他，你爱他。不，我恨他，我要他后悔，我要他毁在自己23年前亲生儿子的手里，我要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痛苦和悔恨，我要让他知道他错了。 我要让他后悔，我一定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跟我说，跟我说原谅我。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个痛快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他的痛苦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你爱他，你有多恨，就有多爱。 别怪爹不成全你们，你看。
这不是也在一起了吗？黄泉路上有个伴，以后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去追他了啊。留下你的，我的闺女，你可要好好的看看爹。来生，我们一定要做嫡嫡亲亲的妇女，名正言顺的。记住我，受到了过度的惊吓，没见过死人，尤其是没见过活生生的人死在他的眼前。死了。你师父，他死了。师父。
老爷，不好了！我最讨厌一大早听到这句话，触我眉头吗？真的不好了，天师傅家里出事了，他昨天夜里上吊自杀了。李天秀呢？他和林少爷。林居士也跟着不好了吗？你先告诉我，玉天秀死了没有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师傅要等我，你要等我，快快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别打着我，有伤痕呀。是有点像，神情恍惚，语无伦次。嗯，那咱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吗？做足了，外人都看见了官家给他照顾。嗯，好，大家知道是最重要的。嗯，你继续盯着天师傅的后事，别马虎了啊。是。老爷，你看要不要把那个玉天秀接回家来啊？你也跟着发什么疯啊？几个扫把星回来干什么？接回家来照顾，岂不是更好吗？接他回来克我？汤神庙的庙主早就说了，这四年是他行客最重的时候。接近谁谁倒霉，这不他的师父就被他克死了吗？那依老爷的意思是，这四年玉天秀走霉运，咱们就避着点，四年以后否劫太来，正好也是神明指示我们迎娶的时候。哼，那你就不怕这四年他跑了，该谁倒霉谁就用他呗。
秀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来，给。哎呀，真好看啊！来，戴上。真好看啊！骑白马，白马是匹好白马，咚咚锵，咚咚锵。哎，来，转转转，转过来，下去。猪耳朵，好，再来一盘猪耳朵。秀姑娘，你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呀？不是我一个人吃，还有我师父呢。啊？天凉了，我师父要来两杯酒，暖暖身子，才能睡着。哎，秀姑娘，出去！出去！师傅的酒，我师傅的酒。师傅，要什么茶？师傅，装疯卖傻。我师傅在里面。师傅，什么？你师傅？你师傅早死了。师傅，滚！求你把我师傅叫出来，把我师傅叫出来！求你，求你把我师傅叫出来，把我师傅叫出来！求求你，放开师傅在里面，把我师傅叫出来，我会听他的话的，我不会是师傅的，我会听他的话的。去你的吧，装疯卖傻，好好的生意都让你给抢没了。师傅，我会听你的话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打落水狗也不用这么狠吧？师傅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阿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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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林菊生啊。怎么了你阿秀？还给我阿秀。你不要再一直跟着我了。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姑娘。我不是。
秀。又是这家伙子，进出好几遍了，你也不嫌累。老朝奉，你就多多帮忙吧，别的我也没有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林家还好有你哦。他不认识我了，阿德，他居然不认识我了。听说了，大街上早就在传了，说秀姑娘她得了失心疯，说话不，她不是疯了，她只是受到了刺激，她被天师傅给吓坏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会好吗？她会不会一辈子也不认得我了？哎呀，少爷，你自己的身体还没康复，就先别替阿秀姑娘着急了。哦，啊对了。我这儿还剩一点钱，你先拿着应急用。我们还剩下什么钱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？这是你自己的钱吧？少爷，您这就不知道了。老爷待人宽厚，以前给大家发工资都是按季度发的，再季头交给我，所以这些钱啊，原来就是老爷生前预备发给大家的。哎，少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这些钱正好给阿秀派上用场了。如今他开销也很大的，需要很多钱。天师傅的房租啊，早都付清了。付清了？谁付的？那我就不认识了，一个男的。他来把一年的房租都付清了，不但这样，他还要我每隔三五天都按时做些吃的喝的给阿秀送过去，炉火要用的煤球柴火也得时时补充。哎呀，想得可周到了。是官家派的人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的银两是分文不缺。
也许恍惚，但是你这儿还有你的心根本就是清醒的。你是在逃避，你在逃避什么呢？良心的谴责吗？还是大家对你的议论？你别傻了，你让我教你，根本就不要有良心，那么就不会有愧疚了。你师父死了就死了吗？那么大岁数早就该死了。你是个魔鬼。是，我是，可我活得痛快。我根本就不必装疯卖傻来欺骗自己，逃避现实。他们要恨我就让他们恨，要骂就让他们骂，我就当他们在替我念阎受经呢。你是个魔鬼，你是个魔鬼。滚，你给我坐好了。你给我看好了，越不敢看就越要看，越怕就越得面对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猜呢？别吵醒他，他刚睡着，难得他睡得那么沉。是你替他解决了那些债务，你站住！怎么了？又想打架？你还没挨够啊？我只想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你对阿秀，你什么居心，我就什么居心。不要把我们混为一谈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我跟阿秀之间是有感情的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公子哥啊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太天真。天真的一厢情愿，天真的可悲又可耻啊！你跟他有感情，那为什么你在门外，我在门内呢？你们有感情，那为什么他视你如陌路，却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呢？你趁人之危！
你们真有感情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微字？为什么会让我有机可乘？你能不能退出我们的世界？你这是在求我吗？是。可以呀。啊？有进步啊！学会低头求人了。有进步。请你放手。阿秀是个单纯的女孩子，你并不爱她。我们还给我们平静单纯的生活。行，那你拿什么来交换？拿什么让我放手？低个头就没事了吗？求人如吞三尺剑呐，你还要我什么？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我要你。我要你辞了官家的工，到我天来泉来打工。我要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让全福州的人都知道，你林菊生是站在我这边。我要你公开表明立场，反对官富贵。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你要什么了。你是一个最卑劣的人，你总喜欢试探人性，就像那天晚上你诱惑我杀关丽萍一样。你想要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丑陋，那又怎么样？人活一世，想美的痛苦或丑的痛快，这都由你自己来选择。你到我这里来打工，可以继续住在你熟悉的大宅子，又可以听见阿秀在天来泉说书，你们不是天天可以见面，这多好啊！来不来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只有关师伯向我伸出援手；在所有人都对我和阿秀飞短流长的时候，他最有资格说话，但他却忍着没让我难堪。他照顾了天来泉老汤公的生活。如果一定要我求人的话，我宁愿去求关师傅，也不愿跟你这个魔鬼打交道。哎呀，你蠢呐！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你上去看他吧，让阿秀的名声更坏更糟。反正关富贵不会让你难堪的，他会忍着。他对你有恩吗？菊生，你这也太强我所难了吧？请关师伯成全。这种事情也能成全？你没钱，我愿意出钱。你没工作，我给你工作。可是你现在要的，你现在要的是我官家儿媳妇儿，她还不是啊。虽然婚期在四年之后，可神签订的婚约谁敢反悔？师伯，神鬼之说是很无稽的。无不无稽是我家里的事，轮不到你来打破。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。阿秀他，你再说下去就难堪了。你跟玉天秀闹得风风雨雨，满城皆知，我一再忍耐。一来念你是故人之后，二来念你冒死救了丽萍，如今你要来抢丽萍的妻子，你太过分了。关师伯，你有没有问过丽萍喜不喜欢这门亲事？也许四年之后她不愿意呢。那也得娶，不准退。
怎么样？我先帮他开个方子，让他喝点药，试试看吧。啊，请。啊，昨天夜里他就昏倒了，还好有我在。不过老这么昏倒也不是办法，你给他捡最好的药材，钱不是问题，我会负责。只要他能尽早的康复。师父，这就是你要的吗？贫僧阻止我和居士在一块，把我交到这个魔鬼的手里。你走吧。好。你出去。秀发呀，你还要把我糟蹋到什么地步？我刚把你从鬼门关前救回来，我怎么舍得糟蹋？阿秀，阿秀。阿秀，啊，我给阿秀送吃的来了。放外边吧，一会儿我们要出去。哦。要昏倒之前跟我说一声。感觉，取一秒深蓝色，苦苦的呼
舍的眼泪，也让你失。